NBA 中几乎都是一群身高两米的常人，一般来说个子越高的人腿也是突出一个长，毕竟身高两米的人腿又能短到哪里去呢？而小编列举这些 NBA 球星的大长腿都不是普通人能比的概念了，即便是 NBA 球员在他们面前也要望洋兴叹，感慨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？ A 级麦迪。在 NBA 球星中，若要评出最销魂的身材比例，那么无疑就是麦迪了。麦迪不仅拥有着全 NBA 最漂亮的小腿，其长腿占身体比例也是 NBA 中顶级。从图中我们不难看出，麦迪的长腿几乎都要占全身比例的2%了，这也是为何麦迪投篮如此潇洒的原因。如此完美的身材比例，投篮怎么可能不优美呢？ S 级杜兰特、英格拉姆。为何杜兰特能够成为 NBA 历史级巨星，乃至即便跟腱断裂后依然能够大杀四方，这就不得不提他恐怖的身体天赋了。杜兰特各项身体部位都相当长，除了手长、脚长、臂展长，他的腿也是比 NBA 球员长一截。看看这张杜兰特和欧文的合影吧，两人都坐在同一高度的基础台上，但是杜兰特的长腿却可以垂在地上，欧文只能荡在半空中。当年选秀时模板杜兰特的英格拉姆目前已经打出了身价，而他的身材比例也和他的模板杜兰特一样恐怖。看看这张英格拉姆穿西装的照片吧，穿上正装后的英哥身材更显笔直，尤其大长腿更是一览无遗。 SS 级字母哥张伯伦。字母哥无疑是现役公认身体天赋最劲爆的球星，没有之一了。他和杜兰特一样，都堪称篮球运动员的身体标本。而字母哥一项静态天赋数据，甚至还是 NBA 历史第一，那就是他的跟腱了。字母哥光是跟腱就长达34厘米，和普通人小腿一样长。看图中这张照片，这还是字母哥没有二次发育长个前的图片，你就知道他的身材比例有多么夸张了。不知道看到这张图片，各位观众作何想法？我的感觉是，这长腿都快溢出屏幕了。这就是统治上世纪50-60年代张伯伦的身体素质，这霸气的翘二郎腿的样子几乎没有人可以复刻，光是一根小腿就要比旁边队友整根腿还要长。再看这张图片，当时张伯伦奔赴客场打比赛，但是客场旅馆的两张床合并起来斜着躺才能勉强将他的大长腿放下，不会是单场砍下100分的男人。 SSS 级马鲁特波尔。不过要说 NBA 中最恐怖的大长腿，我认为还是马鲁特波尔了。这张图片无疑给不少人留下了心理阴影，毕竟看上去这两只腿和断了一样，像是两根筷子一样分开。不过这就是波尔大腿的长度，大家可以试验一下和波尔同一个坐姿，看看大腿能够到哪里。反正99%的人估计都做不到波尔这样吧。